要 log in 先。OK， 好，来，来。啊，师傅，首先你要 log in 先。OK， 好。你就要带这个 URL。OK， 好，啊，它其实是有 log in 的，那个你要带那个 username 跟那个 password 进去。OK， 好。然后它就进来这一个 desktop。嗯，好好 ，OK， 好。OK， 我们就选你要哪里一页咯。嗯。OK， 或者另外一个，你要先首先你要先 log in 先，然后过后你就可以去你要的那个叫什么？那一页那边它就直接有一个，比如说这样子。OK， 比如说你要去哪里一页，对不对？你就用这一个。OK。Enable Visual Builder。OK， 好。你按一按它。嗯。它就可以直接就在这边编辑了。嗯 ，OK， 好。比如说这个，你要改名字、改字，它就可以了。哦、oh, ，OK， 好，锦如好不好？你现在先示范一次哈、哦，就是呢，因为我的课程已经 update 了，如何把一个新的课程放进去这个网页啊？如何把一个新的课程，就是那个牵手观音的课程放进去？你现在 demonstration 给我看一下。OK， 这个、啊、师傅，我先帮你 save 了先。OK， 好。到最下面那边它有一个紫色的这一粒 ，OK， 按一下，它有一个 save 在最右边这边。OK。然后你就 save 它。嗯，哦。然后这个它、就改这些文字了，对不对？是吗？对对对。它可以，这个是电脑的 design， 这个是 iPad 的 design。哦。或者是手机，手机你就看到这样子了，师傅。啊 ，OK OK， 好。然后就 save。如果你有需要不同的 design 的话啦，它其实是自动的。嗯，这个师傅你就可以不用管他，我就给你知道而已。Okay, 师傅，你是说要加到新的一面吗？不是不是新的课程，因为啊现在啊我的那些课程呢全部变旧了了哈。OK， 因为我们就是放的太久了哈。你说我如何加新的课程呢？这样子哈。这个，如果是在这一个总课程这一边呢，比如说我们要加多一个，你就来这个青色，青色是大框啊，师傅。OK。然后这个黑色是小框。OK。所以在这边你按一下青色，它就可以。Oh. 这个是 duplicate 啊，你就 roll back 三， okay. 你就按一下。嗯。它就会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出来。OK。那你就可以开始改了喽。比如说，师傅你要放。Oh.放了大悲咒的来历 ，OK 好。大悲咒。大悲咒的来历 ，OK 改就改了。好 ，OK， 那然后呢？哦，知道了，就是全部都是这样来改了哈。那锦如啊，上次我们讲啊，就是把这一个link到去我的那一个那个询问了哈。OK， 锦如我应该如何配合？因为现在啊，我都是习惯了，就是啊，把你们全部加去我的 WhatsApp 组那边。过后呢，你们有填一个报名表格的啊，那个报名表格没有跟你协调到，因为报名表格是 UOD 他们帮我搞的 attendance 那边。啊，报名表格又有牵涉到啊，就已经通知他们要交报名费之类等等之类这样。我们这两者之间看一下如何协调哈、哦。那就这个啊，如果我还是喜欢加他 WhatsApp 啊，然后呢再进行报名啊哈、哦，跟这个 system 它有什么冲突吗？你觉得？目前是不是用什么来报名呢？是你是说填一个 Google Form 这样子的表格吗？啊，对对对，现在是这样的。现在多数同学啊，比方说啊，给锦如啊，你现在是在拜六的课程是拜六的课程，如果上完了，我们接下个课程，那么呢，你们这组人全部就自动 upgrade， 那么我只改那个 WhatsApp 的 title 罢了。过后呢，我有招新人进来的，但是我前两个礼拜招新人嘛，所以新人不加组，别免得混乱嘛。那我会开个 WhatsApp 组。所以呢，所有报名的人都会加进 WhatsApp 组去这样子。那么呢 ，WhatsApp 组过后呢，上课前呢、啊，就给他们 Zoom link 啊，跟讲义等等之类。
我们这边是不是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这边就不要在Adi Buddhist Temple 那边去，对不对？如果照这样做法是吧？嗯嗯，你直接联络那一个负责人哦，是电话、啊、负责人啊？嗯。不行哦，因为一般上课程呢有两个负责人，比如说中文课程呢，假如是你或者是师傅，那么呢他联络了你的话，其实你也是把他的名字啊哈电话给我的，然后我就会在那边开他，我就会加他 WhatsApp， 所以我的 procedure 到 end up 都会加到一个 WhatsApp 组出来的，所以啊我们这一边呢是不是说要link去我的 WhatsApp 才对啊？之前呢，你的 WhatsApp 我是怕你很多人去问你吧。哦，现在是这样的一位啊，暂时是做惯了的嘛，景如，我发现了哈、哦，惯了就是说，哎，全部都在 WhatsApp 那边，所以呢，如果这边是跑去 WhatsApp 的话，哦，我的问题就是，就通常来说，目前没有什么人问我很多问题啦，这样子啦，是不是说就你说我一次，你如何 link 去 WhatsApp， 好不好 ？OK， 师傅，我就放 WhatsApp 的话呢，OK， 很像我可以放，你要放一个 text 哦，比如说我要报名什么什么什么课程这样子啦。OK， 报名是谁？比如这样子啦。OK， 但是暂时我是放我的电话号码先哈，这样子了。OK， 好。不然你练给我了，你什么号码？零一。哦，零一零。零一零。嗯，九五零。九五零。一三零零。一三零零，等下师傅你就会收到了哈。OK， 好。嗯。他这个button这边。好。link 就这个。它会变成奇奇怪怪的字啦，这个是它的那个叫什么二维码？嗯。然后就会直接有这样。给你，师傅，你就收到了。哦，你收到吗？你看你的 WhatsApp 不？啊，来，我看到了。哦，有啊，要报名基础观音课程，有了，我有看到了。嗯，因为那个字我改一下。啊，是，这个是你打过来的哦。就这样子哦，师傅。嗯，对，这一次他要报名的话，他就会直接 link 去那个 WhatsApp， 然后 send 一句已经 pack 好了的那个 message 给你咯。嗯，这样你就会，师傅，你就立刻知道他是要报名什么课程，或者是有什么目的这样子啦。还是我这一边呢，就把他交代清楚先。如果他通过 website 来找我，就是我的报名应该是说加 WhatsApp 了哈，还不叫报名，应该叫加 WhatsApp。所以呢，就是说他一定要讲明哦，我要试听或者说报名某某课程这样子。我是某，就说他给我的 message 应该就是要讲清楚他什么名字，因为我加他 WhatsApp 嘛。哦，我是某某某，然后想要试听，因为他有时不是真正是要报名要试听，我要试听 stroke 报名你的课程。我要在这边如何把它弄清楚，以便我不用又再问他你的名字是什么啊？他一次过就给我完整的讯息哈、啊。嗯。嗯，用 WhatsApp 哦，它应该是那个 WhatsApp 那边，它可以有一个 default 的那一个 message 这样子的。哦，就是他一 click 我这边会给到一个 default message 的，是不是？请你给我全名，请你给我的全名，是不是这样子？对。如果是用那个 Facebook Messenger 也是可以的，是不是？Facebook Messenger 它可以 set 好一个 default message，
就是说啊、我要报名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请给我你的资料之类之类这样。几乎我不要Messenger 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呢、一来哦，我马上就转去 Facebook 的 contact 了的我。哦，我未来找他容易啊，就我就在我的 contact 里面找他，然后呢，这一批人是所以变得不需要又跑来跑去了，直接他来到我 WhatsApp， 我直接加他，然后过后啊，他如果不成为二D 的学生，我就会把他加进二D活动通知里面去，那么有通知他就会收到了，那他离开的话啊，那就 lost contact 了，就没有办法了了，这样的情况我进入，嗯，这样子的。他可以在刚才那一边要带你要放些什么 message 咯，可能可以长一点的 message， 我要去找一下那个 code。好、啊。不过的意思是说，他的 default message 是我要报名或者是视频前手观音，然后这是我的名字、啊、什么什么什么。啊，对对对，就够了的了啊啊，我就说他要讲述我是某某某，我要视频或报名某某课程，这样就够了的了，景如，嗯，我就可以加他 WhatsApp 了的了，这样子了。然后呢，报名表格他过后在第二堂课时候啊，哈，因为试定了嘛，第二堂课就要全部人填一次报名表格，那报名表格那么就 UOD 来解决咯，他也包括 attendance 在里边这样子咯。是的啦，师傅，就是说要报名这一个，他要有华语名、电话号码跟课程名字啊。啊，对对对，就这个来的咯。But you wait 啊，这一个我怕很多人不会跑来看的哦，这些人哦，我的钱是不是锦如啊？很多人不跑来看这些东西的哦，他哦。我们马来西亚人就是这样子 ，IPM 的哦，明明已经写完一千二出来，他就是要一个 PM。对，就是这样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自己搞好他就是了啊？不然的话，我又问他你是什么名啊，那就多功了咯，对不对？嗯，可以啦，这个等下我弄过。哦，这个还要弄啊？哎，你先就是好不好？哎，锦如，待会你弄的时候啊，你 record 下来啊 ，record 下来，然后过。哦，不过等下我 send 你那个 code 就可以了，就是他是这边弄的，等下你 copy 进去就可以了。就是说你要改哪里，你 button 你就按一按。OK。按一按这个那个叫什么？那个轮子的那一个。然后就很简单了，我要报名，然后你的 link 是什么 link， 然后这个我等下我给你那一个 code， 这样子罢了。然后你就记得按 save 是这一个打勾。哦，你还是可以的话哦，你就做一个视频给我，因为 in the future 啊，有别人来对不对？我可以 pass 给那个人帮我做啊，你明白吗？哦，对对对，你是觉得容易啊？其实我现在看我是眼花的，因为我都根本都太新了，对我来讲这个东西哦，明白明白，熟嘛啊，对对对，你做个正式点给我这样啊，我就跟着一步一步来做这样啊。UOD他们也是这样子哦，哇，又用新的东西给我啊，哎呦，电脑程序点名哦，哇，真的是从头磨过，从头做过，从头磨。我现在全部电脑点名，你知道吗？你知道吗？锦如，全部电脑程序点名了，你知道吗？嗯，怎么点名法呢？就是那个 Zoom 自动点名 啊 自动点名嘛，嗯，要另外写个程序啊，因为啊，他们就是做这行的嘛，他们帮我弄咯，这样子咯，哦，真神经，我到处还是要我做咯，所以我要会啊，然后要给 pass 给别人了以后嘛，好 ，OK 好，嗯 ，OK， 时间就这样， okay, 然后就加多一面，这一个的话，它就会 link 去你要的那一面啦，啊 ，OK。这个我们还没有弄呢，就是说你要 link 去哪里一面，然后我们就从这一边选咯，我先弄一面出来先。啊，锦如可不可以这样子？我下次我自己要改什么东西啊？哈，我不会对不对？我 message 给你，然后过后啊，你就马上改的时候你就录下你的视频来。啊，过呢 send 给我，那么我就跟着你视频来试做一轮，做一轮两轮三轮就会了。哦，现在太新了哦，我不知道你做什么鬼哦，哎呦，太快了啊！啊，我都已经太新了，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好吧，锦如、okay. 啊，所以呢，这个、我加到一面呢、啊，师傅，这个你在这边加， okay. 我们叫 page 啊。啊 ，OK， 好。就比如说是。应该师傅你什么 title 了？哦，大悲咒的来历，我那个 title 复杂了，那个 title 了哈，我 send 给你手机哈 ，OK 哈，来我 send 手机给你，他的 title 其实要完整的，我来我 send 给你啊，OK 哈。
OK， 收到了吗？大悲咒的来历是附体来的，进入啊。这么长啊，是啊，他那部经是那么长的名字来的啊，嗯，啊，这个大悲咒来历是附体来的，你可以online pass 上去这样子了哈。景如啊，如果要你做一个视频啊，教我如何做一件事情，然后 in future 的人都可以看，看了都会，这个你 OK 吗？会做得出来吗？拿手机拍吧，老师傅。拿什么啊？拿手机拍吧。哦，不用手机拍，你的那个 Zoom 可以 record 下来的吗？没有试过啊，师傅，你比较厉害，用 Zoom。啊，是是啊，对对对对啊，是。就到时候我看路还是怎么样啦，然后就你做了这一个，然后我们就用这个 DV 编的。啊。因为觉得我们可以从整页空空开始，或者是我们用已经有了的那个页来改咯。嗯，就选，如果我选金刚经。哎，不是这个，奶奶选错了。可能暂时啊，比如说我要改一个东西啊，我又不会，对不对？我就给你 order， 你就做个视频给我。那么呢，就是如果你这东西慢的话，暂时我也没有办法，我需要些时间 pick up 了哦，才可以说要改就改，然后马上就给上架这样咯。哦，还是你，哎，你暂时啊，你有没有时间？就是我给你 order， 你做视频给我，把你先帮我处理先，然后我从你的视频里面学习，这样慢慢来学，要给我些时间。你进来有没有时间？我给你 order， 你马上帮我改，我马上可以用这样。可以啦，师傅，你不是给我改，我改是很快的。如果你是有那些资料是齐全的话，基本上我就是 copy and paste 进去哦。好的好的，这样的话你改的时候你一定要录视频下来，因为我就跟你的视频来学习了的了。因为我的 coming 啊有好几个课程，你知道吗？然后你这个 website 有蛮多一些小资料哦，我还想再改好它的，这个一定要我自己来动手的。所以呢，就但是问题就是啊，就是我们隔太久了啊，我一下我也讲不出怎么样了，好，所以呢，我会给你再 order， 我会重新再看，我给你 order， 然后呢，你就先帮我改，你顺带就把它录下来给我，以后我就跟着你的视频一步步来做了。好，你先跟我讲，我真的是记不到，我想好 ，OK 啊，嗯 ，OK， 你先改好这个先，嗯，最好，嗯，对，师傅，这个刚才我就是用，因为我的算是一个 template 啦，每一个课我都。嗯，师傅，你要再录过哈？刚才断了是吗？哦，是啊，来，那我再录过一次。啊，没有啊，你在录制的啊，你的 screen unshare 了啊？你不小心 unshare 了啊？啊，再 share 多一次。OK， 来，好，可以 continue。OK， 师傅，这一个每一个课程呢，我都是用回同样的这个design的，所以你进到这一页，好，师傅你要改就那些字，你可以自己改咯。OK， 好，就是图片的话，可能你就 pass 给我，我帮你 update 上去咯。哦 ，OK， 好，好。所以这个是它的题目，然后你就这样改就可以了。嗯
OK，然好。后这一个题目就看等下要怎么改咯，OK，好。时间、地点这样。如果师傅你要换颜色的话，基本上它就很像 Microsoft 这样子的，所以你就 highlight 它，你就可以选颜色，你要什么颜色这样子咯，红色啊，这样子，你看就变颜色了，嗯，这样就可以了。OK，好的。就可以试试，放进去。哎，师傅，万一你不小心做错什么东西，他还有一个 history 给你回去的，就是下面这一排 OK，好。的那个 history，你就回去就可以了。然后，师傅，这个讲义需要吗？这个啊，哦，这个需要，这个就是说，我觉得很好。你这个比赛啊，就是有书给对方看，他知道哦，我要去找这本书，这样蛮好啊，我觉得啊。可是，不是每一个课都有书的哦，师啊，傅，对你对就对，那如果没的话怎么办？你要教会我了，没的话怎么办？好、也就直接 delete 罢了，要不然就是拍那一个 print 出来的那一份东西而已。所以基本上每一个东西都是 click 那一个东西，然后你就选这个叫什么轮子，audio setting 啊，好。然后你就直接按回那一个，然后你就upload 就 upload，OK，好。这个咯，你就 upload file 如果有的话啦。要不然的话，就是选这边的图片呢。比如说，你要 update 什么照片，你就选它罢了。嗯，这个选罢了。样子咯。那边如何报名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可能你就会弄回去那个啊，是那里 WhatsApp 的那一个，的。好，OK 啊。这个咯。然后就是下面的这一个，我也不知道师傅你要不要，就是那时候我弄的课很程好纲啊，要。哎，景如，我是觉得这些都很好啊，这些啊，哦，真的很好。下次你帮我改，你记得就要做个 recording 就对了的了啊，这些都很好，这些哦，因为啊，他要了解，因为啊，景如啊，我的海报啊，没有太多东西讲的，我知道吗？他来看，哎，原来很多东西，他可以再做考虑要不要试听，这样我觉得这个很好，这些。我师傅，你放这些资料哦，就是会吸引到那种很喜欢读书的人来。啊，是啊，2D 全部都是秀才来的哦。啊，景如这边全部都是大专上下程度的人，安哥、安弟啊，都那些人啊，他来不到没有办法的，做生意的人啊也没办法来的，因为他都表示知识的佛教是的，我也发现到是这样子就不会抗拒读书的人呐、啊，都很啊，愿而意且是来喜听。欢读书的人才可以对。的。你没有读到阿毕达吗？没，哇，我看他 SDBM 的程度来的，你不怕？很哎难呦，那个啊，本比较事。吗，师傅？对对对，你就看哦，就是第二章啊，读完了啊，真的唔得啊，哎呀，你不是退出咯，就把重要东西学下来就成了的了，知道吗？然后下面就是过往的课程呢、哦。OK 过好往的课程呢，师傅也是点击一下，也是这个轮子一样的哈。，OK 好，来。然后这一边呢，也是点击这一个。from URL 就是上一次我们从那个 YouTube 那边 copy 过来的那一个 link 就可以了。OK，好，那个 YouTube，比如说，今天的录到这个不大理想哦，因为我们又有聊天在里面呐、啊，又讲笑在里面呐、啊，没有那种 know-how 啊，掺那么多东西的哦，是，所以 in the future，景如啊，我给你 job 啊，你录那个 know-how 啊，就会比较正规一点了，好啊，我们这个 know-how 比较不大正经哦，有太多笑话啊，讲话在里边哦。师傅，如果是你的这个 YouTube link 哦，你这边它有这个 share，然后你就 copy 这一个，然后你就 update 去这一边就可以了。啊，你就 copy 在这一边，那你就 save 就可以了，它就会 display OK，好啊，一定要试试看了这样啊，
看来好像很容易这样啊，自己做就比较什么，OK。不，要一点时间啦、啊，不要来啦，师傅，你要按为什么你跟我讲就可以了。啊，对对，我要跟你讲先，你要记得做 recording 哈 ，OK， 好，啊，这都是旧的啦，哈，对对，都是旧的，然后就是这一些咯。好。可能师傅你需要改的就是这些字而已啦，字。啊、对对对。你就当场按下去，然后你就直接打就可以了。哦 ，OK， 好的，这样啊，这个网页啊，如果是做我做的满意了哦，是不是要有个 launching ceremony， 让二弟同学帮忙推出去这个网站，对不对？是吗？你喜欢哦，师傅。哦哦，因为啊，就是说啊，这些就是说啊，他有时问我那么多问不到的，他就来这边看完我的东西，他来决定要不要上课啊、捐款之类的，对不对？先就全部来这里嘛，哦，这个是我的门来门面来的嘛，基本上嘛，哦，我要把它弄好它先这样子，哦，我要改到我满意我才 launch 它啦，哦。所以师傅，如果有时候你赶的话，我也是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比如说等一下啊，一下啊，我看有没有 delivery 啊。OK， 好，怎么样？就如果很像，比如说你要招生招那一个静坐的课程的话呢，我可以帮你先 hide 掉上面这一个 menu 啊，就是说不要给别人看到，然后他们只是看到这一面，比如说是静坐的啊、oh. 之类这样子咯，你就可以给他们先看，先都可以的，因为其他的你还没有做完嘛。哦，可以这样啊！哦，好啊，好啊，好啊，因为我 in the future 会有两个课程哦。就陆续要开了的了，我应该啊最常的 update 的东西是我的课程的东西了，哦啊这样子换新课程上去了，这是我最需要的东西来的哦。对，他一开始就是从青色这边开始，然后他就没有这个 link， 这样就他们就不会看到其他的那个网页这样子咯。嗯，好好好 ，OK， 你可不可以再去这个好了没有？好了的话，请你去一下 bank account 那边啊，OK 好，师傅，我十二点要去煮饭了，师傅。好好好，我看呢，景如啊，我看我们就停在这里了。好，我让你去忙，然后呢，我有什么 order 我就给你，你就帮我改，顺便录下来给我了，我就开始慢慢学了。OK 了，好吗？哈，我看就我们就这里就停了，景如，好。师傅，你要我跟你讲，我需要什么东西哈？师傅，你现在你要列那个课程给我，因为我不知道你大概有什么课。然后资料的话你可以自己写或者是给我改，然后如果有我需要的是那个那个叫什么 table of contents 啊，那个华语叫什么，好的，table contents 你要好、好、OK， 我给你 table contents， 我给你的 order 全部你先做一遍给我先，顺便就录要录下来给我的了，好，然后给我一个 link， 我就慢慢来学啊， OK 啊， OK OK 好，我看我们这里听过，我让你去煮饭呢、啊、好